再把遇到一个
队友，打对面一群最高宗师加王者，你赢的时候队友全是他妈国服什么最高王者宗师的，他妈对面全是大师。我赌牌11把就输一把，我单牌打了2天掉了3颗星，所以这单牌没法打，知道吗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打，这是菜的问题吗？这我还没5级队友就被单杀了，我能怎么办？